三分种，七分管。眼下呢是正值水稻拔节运穗期，也正是水肥管理的关键时期。各地的老乡们趁着这段时间给水稻田进行精准管理。在江苏淮安，当地用上了水稻无人机智慧施肥技术，采用搭载轻型多光谱相机的无人机监测平台，只需要通过无人机在空中对着稻田扫一遍。 相当于给农田做 CT， 能快速实时监测水稻长势信息与氮素亏缺状况，生成不同田块的施肥处方图，然后给稻田喂送定制的营养餐，不光省工减本，还绿色高效。这个绿颜色，比如它的这个施肥量是20公斤，蓝颜色它就是22公斤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是通过这个肺控系统来进行变量化的一个作业。 在河南固始县，因前期受高温干旱和旱涝急转影响，180多万亩水稻生长不平衡性较大，苗情类型较复杂。当地的农技专家针对秧苗的不同生长情况，为农户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。针对高温热害，首先呢，要以水调温，对于运穗到抽水氧化器的田块，要灌生水，一般呢田间水层保持在5到10厘米左右，然后呢，要合理的 追施利肥，最后一点呢，就是中晚稻田块要及时的防病治虫。